70-80多万，我是觉得经济统治力太强了。天际是还行啊，但你问我谁都是还行啊，我没觉得谁不行。这小花生也适合这个队伍，小花生有可能比较适合去野区乱弄别人，就跟别人自爆的那种，就挺猛。但他自己发育也不会落，挺厉害的。反正 DK 肯定不行啊，感觉 DK 那两个下路什么情况啊？去年挺强的，今年感觉不太对劲。但 DK 的下路出问题了，反正整个队伍应该都有问题吧？可能这个东西不知道的。小花生野区打不过小天，野区打不住，打都打不过也是看线上。主要他们中下对线很猛，但 TOP 好像跟歼击训练上也是五开。歼击上单也还行啊，反正跟兵哥打的有来有回的。但是兵哥打 Nugri 我操，一天到晚在那里爆杀 Nugri， 什么情况？不是搞不清。兵哥好像遇强则强型的。